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黄兴婷。今日我哋做一堂哈达瑜伽。如果你系初学者，都非常欢迎你同我一齐练习。我哋开始。他不会是个好男人，也不会是个好情人。你对我说，我们只是擦肩而过。好的男人有那么多，少了他的日子也难过。我不会再让你寂寞，也不会让你更难过。你听我说，要好好学着去生活，就算未来有多少错，至少还有我的问候，我的温柔陪你度过。哒哒哒。